所以所在的湖一千来个会不会来不及？那不会吗？两个房间，一个房间。我是真的觉得你很好，你如果爱上一个人，是一定不会辜负他。那你喜欢我吗？但是我是你提出来的，所以我请你不要哭，行吗？我要离开这里去香港。就行了。然后看完预告片，大家除了演员，可能最熟悉的就是这个背景音乐有点动心。然后这首歌呢是张信哲1994年发表的《等待》当中的一个同名主题曲。然后经过了26年的传唱，它到现在也是被无数的明星翻唱过，也是可能是大家 KTV 必点的曲目之一。而我们电影有一点动心呢，就是借由这个歌曲影视化，由张信哲出品，陈嘉上导演，联合